余公子，两位姑娘饿了吧？多谢余公子。姑娘，有句话草民想了很久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余公子但说无妨。草民觉得，皇命难违，还请姑娘明白皇上的圣意。 那是皇兄的旨意，但我不想为他人而生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牵扯到数以百计人的性命。我知道，我不是说我不能为万民而牺牲，我只是不喜欢皇兄没有试过其他办法，就把我当做解决问题的道具。我的幸福就这么不值钱，随手送出去，就像交易一样。皇上怎么想的，余某不敢断言。 但余某只知道，像王昭君、文成公主这样的巾帼英雄，至今有很多百姓念念不忘，皆因为他们挽救了许多百姓的性命。我只知道，王昭君离开了家乡，和他一生的挚爱去到他乡，二人永无相逢之日，还侍奉一个自己根本就不爱的男人到最后一口气。现在，如果王昭君站在你的面前， 你会跟他说些什么呢？姐姐、哥哥，你们在玩吗？怎么都不叫我呢？我们正要叫你和哥哥一起来玩呢。那我们玩这个吧。 蝎子，糟糕！沈道长，云兄弟，这么巧啊！ 每次见到你，都在跟小虫子打交道。我已经在相国府布下结界，谢瑶的分身手下现在暂时进不来。真没有想到，谢瑶竟然还活在这世上。看来他跟你的目的是一样的，就是要寻找绿珠的真身。不过，他现在应该还没有找到。哎，对了，但凡谢瑶出现的地方， 就应该会有毒杀吸血案子的发生。最近他惹祸了吗？还没有。我是相国的锡兵，如果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我不可能不知道。那就奇怪了。刚才我见到的确是谢瑶的分身。按说谢瑶出现在京城，应该是千真万确的事情。难道他现实的功力已不用吸食人血？蝎子戒不了扎人， 狗改不了吃屎，听你的口气也找不到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我来京城前起过一卦，绿珠的真身应该就在京城，这个不会错。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。不过你要有信心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只要你们有缘分，不管在哪里，你们都可以重新相见。但愿如此。对了，道长， 你此番出关，住在什么地方？城外有一道观，我在那挂单。不如这样，你搬到相国府来，若是谢瑶出现，好歹也有个照应。我看还是不了，万一谢瑶知道我在相国府，那么他肯定会对相国府起疑心，所以我不在相国府，你们可能会更安全。道长此番出关， 功力恢复了几成？我的功力已经恢复了80%，30%。
我们这里有一个老妖，他是玄门乃清修之地，谁敢大开婚戒，饶我玄空。红烧鲈鱼，道长，可否由在下前去查看呢？如此劳驾了。是。 小妹妹，这是红烧鲈鱼吗？是你做的？我可不可以尝一块？美珠。 别来无恙了，没想到你的红烧鲈鱼还是水准十足。我们应该有10年没见了。沈道长，对我来说已经一生没见了。快跟我来吧。原来如此，元神苏醒。看来于夫人还真的是道行深厚，定力非凡。 可能只是我对相公的执念而已。我来到京城，其实只是为了帮助于警找到你。现在看来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我们应该赶紧找到于警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不行，我现在只是个10岁女童，千万不能让相公知道我是相国府千金。除非。 沈道长能传我个恢复身形相貌的妙法。10年前，我为了救于景，防止他的妖血攻心，已经耗尽了我的功力。不过还好，祖师给了我一样法宝，就是阳生符。有了这个，就可以让你的阳神变成有形有质的躯体。 阳神之术，跟真人只有一线之隔的法术。没错，不过一定要注意，2个时辰之内，如果你的阳神不能回到躯体，那么你的躯体就会坏死。6个时辰之后，阳神溃散，到时候谁都帮不了你。哦，对了，千万要小心，不要被谢瑶的分身给发现了。 相公，闭上眼，感受你温暖的气息，空气中弥漫你独有的香气，牵你手，指尖触碰你的暖意，紧握住，如果这是做梦，就不要让我醒过来。 我想我早就跟你一起死了。不可以，我救了你，是为了让你好好活着。10年了，10年了，我一直在等你。这10年我过得生不如死，绿珠。绿珠，相公，你快以沈道长的方法吐纳。
别过来，别过来，我会伤害你的。伤害我的，我已经死了，你忘了吗？你真傻，等了十年，你还在等。你说的对，我明白了，十年前已经死了。而我却相信十年之后可以跟你重逢。其实这十年你是在一直等着我。所以十年前我就应该这么做。不可以，你还想见我，这千万不能轻生。你到底是人还是鬼？我相公，你千万保重，相信我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沈道长，怎么才回来？赶得急吗？快！李珠，你怎么样？李珠，能看见我吗？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做了什么？你不要过来啊！你不要怕，我不会害你的。哪有鬼魂会当面说要害人的？你见过鬼魂吗？没有，我也没有。那你是什么？我是妖怪。妖怪？妖怪不是比鬼魂更恐怖吗？我说过我不会害你的，我是要跟你讲个故事。不要！十年前有个叫于景的猎户，在打猎路上看到一只小螳螂，那只螳螂一动也不动地伏在树叶上。那个谢敖终于死了吗？我也这么希望，只可惜我转换真身，他的封印却被解除了。那就麻烦了，要是他死缠烂打的话，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父皇曾经说过，要想天下太平，必先把剑磨利。我想，你们的剑，必是那道士吧？恐怕，这把剑，现在已经生锈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清楚。公主，在十年之前，我为了救于景，已经耗尽了我的体内真元。虽然这十年来，我不断的闭关修炼，但现在，也只是恢复了三成功力。什么？只有三成功力？也许现在一句两句很难让公主理解的，贫道还是先行告退吧。道长，你什么时候霸占了小猪的肉身？我没有霸占小猪的肉身，小猪其实是我转换的真身。我现在已经分不清哪个是绿猪，哪个是小猪了。两者皆是，我既是于景的娘子，也是你的小猪妹妹。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宿世姻缘吗？
我能看得出，于公子为了你是什么都不顾了。但是，他如果一日不知内情，便一日生活在痛苦之中。如果你担心他不相信你的一面之词，我可以为你作证。万万不可，公主啊！我向你献身，就是想让你了解我的苦处。我这个阳神并非长久之计，小猪的身份只会为相公带来麻烦。我和相公的事情，公主，你要替我保守秘密才是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替你保守秘密。来了这么久，还不知道敲门吗？自从我踏进你的狗窝半步，你这鬼东西就响个不停，还需要敲门吗？几日不见，突然出现，你是不是带回什么好消息了？找到了，在相国府。需要我告诉你绿珠的消息吗？不必了，这次可以省事了。你得到你想要的，我也得到我想要的。不要轻举妄动，不必急于一时。什么？你不是说好的吗？谢瑶，我们虽然目的不同，但是我们现在同属于坐在一条船上。既然是同一条船，那么就只能有一个人说了算，而这个人就是我。于公子早啊。啊，公主，啊，不，姑娘一饭庄严，不愧是天皇贵胄。恐怕在于公子心中，还不及公子失散了的妻子吧。姑娘如何知道？和公子认识当晚，听到公子在吟诵李一山的无题，啊，我便猜到一二。让姑娘见笑了。我亦有一此委屈，答谢公子。但教心似金殿间，天上人间会相见，如何？姑娘这是？于公子，昨晚我思前想后，斟酌损益，想到我和回谷王的姻亲实在是关系到天下万民的身家性命，所以本宫决定今日摆驾回宫。公主圣明，为了苍生，远赴千里，消弭兵戎之灾，胜过百万雄师。现在要是王昭君出现在你的面前，你要和她说的便是这番话吧。于公子不必远送，免得你再遇到宫中侍卫又生枝节。小环，我们走吧。是，公主。于锦恭送汝宁公主。臣护驾来迟，请公主恕罪。本宫只是想此去万里，和青梅竹马的儿时玩伴再无相见之日，才微服到此，和相国千金相聚数日，大家又何必如此兴师动众？臣考虑不周，臣有罪。姐姐，姐姐，你要保重啊。放心，姐姐自会保重。但是小猪，你要记好，光阴如箭，一去不返，你不要后悔啊。保重。
驾。下去吧。是。拜见公主。汝宁参见皇兄。舍得回来了。汝宁，你这次真是太过分了。汝宁知道错了，请皇兄见谅。朕不是要真的怪你，而是你一声不吭的就跑了。你知道朕有多担心吗？汝宁一时冲动想不开，总之汝宁知道错了。在外面过得怎么样啊？你看看都瘦了。汝宁没事，汝宁想明白了，和亲就和亲吧。朕知道让你去回谷和亲是有点难为你了，但是谁叫咱们生在帝王之家呢？这就是命啊。汝宁身上流着皇族的血，就有责任为了国家，为了人民去阻止战事，免得造成生灵涂炭。果然是朕的好皇妹。请皇兄回复回谷王松赞，告诉他汝宁愿意嫁给他。汝宁你放心，朕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也请皇兄放心，汝宁不是什么善男信女，没有人能随意欺负到我的。汝宁，你长大了。两位爱卿，你们觉得这样做合适吗？皇上，微臣以为此次举荐并不越礼。那于景是名正言顺的举人，后来因病不能参加会试。依照本朝惯例，那举人也可以到吏部听用的。可你们让他轻易地保护公主，这不应该是兵部的事情吗？此点确有可疑之处。不过如果皇上见到于景那百步穿杨的建议，夺取五魁，那是易如反掌啊。相国把这于景说得能文能武的，朕倒想见见此人。不知国师觉得怎么样啊？禀皇上，微臣看人从来不掺杂个人的喜好，不过相国大人句句属实，此于景确实有百步穿杨之功，而且也是百年难得一遇的人才。国家人才流失，宰相之过也。如今相国替朕摘取沧海一株，此乃幸事。好，就让于景护送公主出宫吧。等事情办完以后再任职。谢皇上恩准。爹。哎，珠儿，你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。是啊，珠儿，你先玩去，爹跟于老师啊有话要说。爹，你找于老师有什么事吗？乖，小孩子不要多问啊，玩去吧。嗯。于先生，请坐。是。于先生啊，你贵为老夫的西宾，老夫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还希望你能答应。啊，相国大人清讲。多亏了你的劝告，汝宁公主已经同意和亲，不日之内她就要启程了。汝宁公主愿意舍身为国，实在是巾帼不让须眉啊。汝宁公主这次远嫁回谷，路途遥远，而且危机重重，所以皇上认为啊，要派一个十分可靠的人带领送嫁队护送汝宁公主出家。派谁呢？
此人就在我的眼前。你是说于景？是啊，于景啊，老夫记得你曾经说过，你有一颗想报效朝廷的心呢。只要朝廷需要于景，于景随时候命。好，我和郭师已向皇上举荐你为送驾队的统领，负责护送汝宁公主沿途的一切安全。请相国大人放心，于景定当誓死保护公主安全。我们什么时候动手？在驿站干掉他们。你为什么总是喜欢在驿站动手？难道你是有什么特殊的喜爱吗？人多，食物多。不行，不能在我国的势力范围内动手。如果要想说服皇上这件事是回鼓人做的，那就必须远离我国疆土。那是在哪儿？你猜猜看呢？我怎么知道你们凡人出什么鬼主意？小，虽然你我都不是同类，但是我很看好你，因为你心狠手辣，因为你办事能力强。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，如果要想成大事，就必须先搞清事情的道理。小愿闻国师高见。来，要想嫁祸松赞，就必须得在他的国土上下手，但是又不能太深入，这样他万一要是派兵保护的话，就会更难下手。总之，汝宁公主要死得莫名其妙，而松赞又是百口莫辩，这才是上策。黑月城，没错。黑月城外的树林几乎合乎所有你的要求。果然是千年的妖精，一点就通。全部杀光吗？全部杀光。我不想说服皇帝出兵的时候，突然有人蹦出来说这件事情不是回鼓人做的。说到心狠手辣，我千年道行也比不上你。这才是你要好好学习的地方，你能做到吗？即使是于景加上沈冠都不成问题。好，相公，相公，绿珠，你终于肯再回来了。相公，我时间不多，你先听我说。什么事情这么慌张？明天你护送公主出嫁，务必要打起十二万分精神，千万小心。你怎么知道我要去送嫁？我没时间解释，只是这次国师面呈皇上让你护送公主去回鹘，此行必有玄机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其中有国师的阴谋？不管是或不是，毕竟路途遥远，你要小心。绿珠，相公，相公，你怎么了？那次我身体不适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谢敖一定就在附近。沈道长也说，最近京城妖气冲天，我想谢敖必定在京城之内。可奇怪的是，如果谢敖在京城，他必须要靠吸食人血来得以修炼，但最近京城并没有发生过离奇的命案。难道什么？难道国师跟谢敖是一伙的？不会吧。国师自幼学习法术，要想找到谢敖并不难。公主和亲，国师阴谋，加上谢敖潜伏于此，这一切实在是太巧合了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倍加小心。绿珠，谢谢你。
时辰到了，我该回去了。相公，答应我，一定小心。我答应你。公主，明天还要启程前往回谷，沿途山路崎岖，还是早点就寝吧。我不要，我不想睡觉。公主，你都决定了，还心烦吗？什么松赞王子，他的人品是好是坏，我根本就不知道，就要我嫁给他吗？公主，不管你嫁到哪里去，小环都会陪在你身边。小环，现在我身边就只剩你一个人了，你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吗？小环是公主的人，公主就是要了小环的命都可以。好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公主，公主，你要干嘛呀？剪子不长眼睛的，你别想不开啊！要是那个松赞王子敢对本宫不敬的话，本宫就先杀了他，然后再自杀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啊，都准备好了。坐。这次和亲呢，牵扯到两国的关系，当中如有任何差错，这一战难免呐。于景明白。大婚之日，如果发生任何差错，回谷必定会以此为借口引发战争。于景定当将汝宁公主平安送到回谷，不会给她任何机会。这汝宁公主啊，从小和皇上是特别的亲近，她这次大婚呢，也是迫于无奈。这次送嫁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江湖，这江湖的鼠辈都虎视眈眈。你千万要记住，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警觉，不能有任何闪失。如果谁胆敢威胁到公主的安危，格杀勿论。于景遵命。好，我也不耽误你了，你就出发吧。是。爹，爹，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？我本来想找妹妹跟于大哥道别，可是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她。哦，那走，我们看看去。恭迎公主，起来吧。谢公主。公主，时辰不早了，该出发了。嗯。公主，你渴不渴啊？嗯。等过了这一片，就超出皇宫的范围了。从这里开始，我们就得靠自己了。这里地势复杂，时有山贼出没。大家打起精神，一定要在天黑之前穿过前面这片树林。是。除了山贼，我们还要提防谢敖的算计。他心狠手辣，我怕他伺机在半路上下手。
谢敖这只蝎子精潜伏多年，如今说不定已经投靠了国师这个歪门邪道，我们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。而且以他现在的功力，恐怕靠我们一个人是对付不了的。那怎么办？现在有一个人可以和他抗衡，那个人就是你。我？你体内有谢瑶的妖血，现在能够对付谢瑶的唯一办法就是唤醒你体内的那股妖气。不过一旦这股妖气被唤醒，那么能够控制他的人只有你自己。要是我控制不了呢？那么这个世界上就多了一个丧心病狂的妖孽。而且以我现在的功力，如果你不能控制你的妖气，那么连我也无法控制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不做妖。不，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我们只能兵行险招。我做不到。你现在必须做到，你必须鼓起你的勇气。记住，你是为了绿珠。小猪，李老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来帮你的。来来来来，你怎么会跑到这里面来？你是怎么偷偷从相国府里跑出来的？如果相国大人知道，我怎么向他交代呢？你听我说呀，你一定要小心，这件事情一定跟谢敖有关。你怎么知道谢敖？你是谁啊？玉锦，你听我说，我是绿珠啊。你就相信了吧，小珠就是绿珠的真身。相信我吧，我以前的记忆我现在全部都记起来了。绿珠？不，不可能。都慢下来了，公主，小环不知道，要不然奴婢下去看看。这里妖气冲天，一定有妖孽在附近。大家提高警觉，穿过这片树林，就到了与松赞的约定地点了。道长，可否有法器可以镇住这片妖气，替我们开路？我可以试试，不过必须有人殿后。我来殿后。你？不行，太危险了。你不是说我身上有妖血吗？那好，就让我来会会谢敖，看看他到底想怎么样。于兄弟，你别一遇到事情就想着壮烈牺牲，你应该想想绿珠吧。于公子，于公子，请问为什么要停下来？请小环姑娘回到公主身边。于公子，道长，我们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禀告公主，请公主尽快回到教中，此地生不安全。谢敖就在附近。全部戒备，公主。
牵挂。